準備妥當，嚟到第七場賽事，馬會一哩錦標國際二級賽嘅千六米金槍六十，睇下得唔得？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出閘嘅，咁啊前面依家佔先嘅馬就係嗰只夏威夷啊，咁啊但係內欄咧走咗上去咧就川河專區嘅帶頭啦，夏威夷就跟住個第二位啊，再見到第三位咧就勝得精彩啦，外邊第四位係達心星嚟噶，咁啊暫時後邊嗰三匹馬幸福笑容啦、粉紅衫、友誼之好啊，金槍六十暫時拖咗喺個包尾嘅位置先啊，好啦，過咗呢個千二米嘅段處啦，前面帶頭係呢只川河專區啊，咁啊第二位夏威夷咧位置變動。上面就冇噶，勝得精彩都留得好辛苦啊！喺個第三位啊，第四位達心星啦，後邊三隻依然係黃衫嘅幸福笑容啦，尾子粉紅衫咧就友誼之好啦，金槍六十暫時都仲喺個包尾嘅位置啊！轉呢個香港體育院灣啊，位置變動上面係冇喐過噶，川河專區依然係且戰且走之下咧，擠嚟咗一個新位嘅夏威夷就第二位啦，第三位咧前面拉鬆咗快咗啲啦，咁啊見到勝得精彩好留啲啦，外邊啊達心星啦，再後邊嗰三隻幸福笑容、粉紅衫咧就友誼之好啊！金槍六十仲好似好定咁，依家慢慢鬆咧，咁啊響個包尾個位置應該要掟出去噶啦，入正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川河專區啊，夏威夷就開始上嚟，中檔黃衫有達心星啊，埋邊紅帽咧仲勝得精彩啊！大外檔白衫落，黃帽嗰只就係呢只金槍六十啊！最後二百米到，達心星透出，埋邊有夏威夷啊，外邊金槍六十嚟啦，最後百零米，外邊金槍六十咧就逢馬過馬殺上嚟，埋邊夏威夷，中間位置達心星，咁啊第十八边金槍六十贏出呢場馬會一哩錦標啊！夏威夷就跑第二啊，第三名嘅馬係嗰只達心星，第四名咧幸福笑容似乎嘅機會高過只川河專區啊！咁啊結果嚟到呢場馬會一哩錦標，金槍六十贏出咧佢出道以嚟嘅第十八边，外邊冚上嚟，哇！入彎咧喺個包尾轉彎大外檔冚，今季一出又贏啊！結果咧最重磅嗰兩隻啦，一二八磅都爆到 Q 啦。馬王金槍六十五啊，率先衝線啦，跑第二名要夏威夷啊。咁啊潘頓跑得唔錯啊，今場好翻啲啦。第三名就五號馬達心星莫雷拉，第四名咧笑嘅幸福笑容潘明輝啊。前面都好慢啊，轉河轉區揼到咁慢，都係得第五隻。我覺得呢度八樓都聽到樓下拍手掌啊，下邊氣氛好好啊。馬王同埋今季咧初出即勝啦。暂定名次一号、二号、五号、四号啊！睇翻重播啊，睇下得唔得？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出闸嘅，咁啊前面依家占先嘅马就系嗰只夏威夷啊，咁啊但系内栏咧走咗上去咧就川河专区嘅带头啦，夏威夷就跟住个第二位啊，再见到第三位啦就胜得精彩啦，外边第四位系达心星嚟噶，咁啊暂时后边嗰三匹马幸福笑容啦、粉红衫、友谊之好啊，金枪六十暂时拖咗喺个包尾嘅位置先啊，好啦，过咗呢个千二米嘅段处啦，前面带头系呢只川河专区啊，咁啊第二位夏威夷咧位置变动。上面就冇噶，勝得精彩都留得好辛苦啊！喺個第三位啊，第四位達心星啦，後邊三隻依然係黃衫嘅幸福笑容啦，尾子粉紅衫咧就友誼之好啦，金槍六十暫時都仲喺個包尾嘅位置啊！轉呢個香港體育院灣啊，位置變動上面係冇喐過噶，川河專區依然係且戰且走之下咧，擠嚟咗一個新位嘅夏威夷就第二位啦，第三位咧前面拉鬆咗快咗啲啦，咁啊見到勝得精彩好留啲啦，外邊啊達心星啦，再後邊嗰三隻幸福笑容、粉紅衫咧就友誼之好啊！金槍六十仲好似好定咁，依家慢慢鬆咧，咁啊響個包尾個位置應該要掟出去噶啦。入正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川河專區啊，夏威夷就開始上嚟，中檔黃衫有達心星啊，埋邊紅帽咧仲勝得精彩啊！大外檔白衫落，黃帽嗰只就係呢只金槍六十啊！最後二百米到，達心星透出，埋邊有夏威夷啊，外邊金槍六十嚟啦，最後百零米，外邊金槍六十咧就逢馬過馬殺上嚟，埋邊夏威夷，中間位置達心星，咁啊第。十八边金枪六十赢出呢场马会一哩锦标啊！夏威夷就睇下第七场嘅预计排赛先，跑第一名咧一号金枪六十独赢十一个半位置排十个零一啦，跑第二名二号夏威夷位置排二十四个半，跑第三名咧五号达心星位置排十七蚊，跑第四名四号幸福笑容临尾跌咗边啊！连赢一搭二派五十二蚊，二重彩一号二号顺序派八十六蚊，单 T 一号二号五号派八十蚊，三重彩一号二号五号顺序派二百二十三蚊啦。位置 Q 一搭二派二十六个半，一搭五派十八蚊，二搭五派七十一蚊。时间一分三十四秒五五啊，因为前面好慢啊。
三九二嘅拍唱咧胜出咗 A 一隔夜热门系11.5。胜出练马师预计派彩啦 ，B 三吕健威都系11.5啊。过两关咯，吕健威啊，两场二级赛都系转潘顿喎条 Q 啊。呢场轻松啦。下一场就合体啦，佢哋龙虎飞扬啊。不过今日咧，达心胜唔塞车都系咁啫喎，跑到第三啊。咁啊，夏威夷级数高嘅，要跑翻出水咗，始终赢过 Group 1嘛。但都睇到達心星好似對住呢一班最頂級嘅二線啲咯，仲有今次有揚榜噶嘛，揚住五磅都接近到前。昆明輝由邊度飛咗出去？結果齋推啊，諗咩啊？不過你見佢轉彎已經要騎咧，只馬真係唔係好 fit 啊，幸福笑容都正常嘅，即係 first one 即係季內啊，有之前都有啲少少健康問題。叫做有翻個第四啦。佢冇啊，對親金槍六十都梗係輸俾佢噶啦，不咩名次咁解啫。咁睇下之後啦，睇下金槍六十報唔報千六啦。如果佢唔喺度，可能好啲嘅。金槍六十一嚟錦標啦，一定香港嚟錦標啦。再之後啦，可能我睇下避唔避得到佢啊。好啦，咁啊完成咗15連勝嘅喎，係嘛？18 win 啦，只馬出到。變速力啊，真係完全唔同嘅。原來轉彎鬥定出去，星列四連環嘅預計派彩啦，一號、二號、四號、五號派93元。四重彩嘅預計派彩啦，一號、二號、五號、四號派849元。